你看阿婆去到哪里，跳到哪里，锻炼身体啊、哦！想想起来跳了，啊，大哥，起来跳了，大哥。糖宝贝，今天下雨不得出门玩喽，在家哦，等一下我们烤火好不好？这么冷呢。又放你在房间，又不得出去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没有见过阿婆做操？硬硬的。先给你妈摸通先，去哪里刷牙洗脸先，我再起来。早上吃的煎饼还是什么的？你早起来磨那个，你就是昨晚上泡的米磨这个啊？今早上？哇！你我嘛？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我统称煎饼。你吃过哈？吃不来哈、哦，可以的，长了一块，蛮香的。还要蘸酱吃吗？就这样子吃啊？哎，这个是这样子吃的。这你不能，你没有牙齿，你看就两吃，看就两吃。这个还是昨天泡的米哦，自己起来磨，磨完然后就开。吉祥，来了吧？都看我这个。一脸蒙圈状。Hello，给他在里面玩一下先，我们开始吃先。我吃早饭去。奶奶好啊，叫奶奶。奶奶好啊。啊，奶奶，我是弟弟啊，我们来玩了啊、哦。奶奶好，你看，哦，从下面那里走上来。咦，你不跟奶奶讲话了？哦，跟奶奶。啊，奶奶，妈妈来了。日本话的包。下楼买秋裤了哦，下山买秋裤了。下山买两条秋裤，再买一件羽绒服，都没得卖。昨天去逛，人家都是卖短袖了，长袖都没有啊、哦。下山买秋裤啊、哦，走了，下山买秋裤了。啊！班车，等等我，我要下山买秋裤。不是你应该准备回头？等下最后一趟班车了，今天追不上了。你玩了一天上来了，啊？他说想跟那几个娃在玩。哦，回来几个宝宝了？那几个娃在没跟他玩。他心里小是没？哎，我收拾他啊！哎，我收拾他的心，我哄宝贝小是没？哎，那个小哥，逗的。这个哥有办完了也不理你是没？哥哥跟姐姐玩了。哎，去奶奶不？风大大的，要不然我带你去走一下。你走个屁！我都怕他让我出去头痛，我都不敢出去。现在，你就娘现在想搞我。我现在两天了，又不洗头，我明天开始戴帽子，我的刘海有点美美了。
戴帽子，然后就包着两杯太阳水，我就不怕冷了，就不怕头痛了不？没事没，乖宝贝。我感觉如果是冬天的话，你要，哎，人家要拿这个当长袖，这件都顶不住啊。你真的是在过冬，保暖要紧。没有，这里有种没事。太难了，我这个拆掉吧。我又是过了冬天嘛，现在那么大的风，我又过回冬天了。你去上面过冬天，下面过夏天。快了，开饭了！风大的要死，风大的要死！你看那天还笑笑我二婶呢。无人机是吗？不是，笑我二婶拿这么厚的外套来，搞得我这样。你看你嘞，你还穿人家的，我还想，我想围个围巾。你还穿他们的，我不用穿了。像我拿的厚衣服来，我看你像了吗？吃的太饱了，出来散一下步，消化消化一下。我从下面上来的。